完了，上完厕所才发现纸不够了，这可咋办呀？让我老公给我拿，他能给我拿吗？这几天跟他发生一些口角，还生气呢。我喊喊他看看吧。老公，老公，这人喊都不吱声。老公，嘛叫唤？你看，就这态度，来一下，给你钱，给你钱，快来！你啥态度啊？我叫你啊！别先啰啰嗦嗦的，叫我干什么？给我拿点纸，没有纸了，纸不够了。谁呀？还我啥态度？就这态度就不错了，我能过来就不错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式？不就怎是么了？给你发生点不愉快，拌两句嘴吗？你就这么记仇呀？怎么？我记横仇丢怎么丢的，了？一叫你横丢丢的，啊，怎么了？我就记仇了，怎么了？啊？有能耐我记仇，你别用我，自己去拿纸去。你说的话是我自己能拿，用得着你吗？对呀，用不着我，用了我，完你就老老实实的，别弄还扯高墙的。给我拿点纸呗，啊？给我拿点纸呗。这年头用人还有白用的？我不说了吗？给你钱吗？给多少钱？拿一卷手指，给你十卷手指的钱，哎呀妈，10卷手指多少钱？50块钱呗。我用十不卷了。手指三，咱买那一提十卷吧，才30多块钱，给你50，我怎么那么便宜啊？行不行啊？我怎么那么便宜啊？给你五十，拿一卷手指都不干啊？不干，这活这么好，你不干，1分钟50块钱啊？那多少？一那你百？就省50，完了之后自己去拿。你说的话是我自己能拿，我用你啊？对呀，那不就完了一吗？百吧，100行不行？100行不行？看着我呀，那多少行啊？你说个数呗。我说数啊，哎呀妈，别到时候说我就敲诈你了，自快己点，去快点，吧。快点！我着急出去呢，还呀妈，着急着急，自己出去呗。你快一点，你这人咋这样？怎么样？这样不错。那多少钱？我不知道，自己说，二别到时百，候给我敲二诈百，你。快点，行不行？天儿热，天儿不能再多了，二百行不行？快点给我拿去吧，二百。不能多了，你就给我多多少。那多少？那多少是多？我问你啊。那多些，你快说，你说，赶紧说，说完后给我拿，我好我不准备。说，我说完到时候就说我敲诈你，我都不说。嗯，看我可爱的小手指灰。看你手绘啥意思？五个手指头，一个爪子，五个手指头，500呗，意思啊？我没说，你这有点太贪心了吧？我没说，我不贪心，对呀、啊，那我贪心呢、啊？你可以省啊，省了可以治自己，好好去好，我啊。现在给你转行了吧？来，我给你转，转过去了，你自己去看吧，快点快点去看吧，赶紧的。哎呀妈呀，这给你高兴的，给你美的，挣了500块钱，真是小人得志的一副嘴脸。拿来吧，纸什给么叫我小吧，人得罪？这纸那说明我功蛮大。拿来对呀，呀。那纸怎么还有个小人得？这纸是不是我花钱买啊，的？你是不是买，我拎来来来，拿对的？对对对对，不你对？对，你对。我告诉你，别惹祸，惹祸告我再坐地起价。哎呀妈呀妈，来来给我吧，快来来，唱出来，来，小人得志的那个样子，来，唱出来，来。下回再拿吧，拿纸叫我来给我，啊。啊，啊下好，回给你优惠。这钱挣得真容易哈、啊，我告诉打九你，折，下等回。我出去的啊，赶紧走，我上厕所了，赶紧走。你能把我怎么地？哎呀，哎呀，牙疼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压什么？哎呀，什么？这下是呀，不是，这嗨了。有话就说，没话上头待下去，哎呀，别烦我。哎呀，这家人这小调都不一样了，听看电话小调啊，这脚颤着呢，这五百块看电钱话，拿走呀？啊？看电话怎么样？那是我已经得了，你干啥？你得了500块钱？已经上外面找人拿东西，你不给钱啊？我上外边找别人拿东西，我得给钱。你是外边人啊？
啊？你直接拿当外边人呗。还100元还不行，还得500元手。谁说？还这儿。没有手，我活动活动指关节，那是你自己说对不对？那我活动活动手啊，就是500。那我两个手一起活动的，你给我1000吗？哎呦，你那我这一反一正，你给我10000吗？这是属于敲诈来的，你在这儿。我怎么敲诈了？你准备干啥花？你跟我说说。那就是我的钱，我干啥花还用到你吗？我告诉我哈，你看这人哈，趁机敲诈我500块钱，这么痛快的把500块钱给我拿走了，是不是我得让他给我吐出来？啊，给我吐出来吧来。哎呦，屁！好，吐出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想给我500块钱拿走？你真是美的你这，看谁呢在这块儿？看美女呢？怎么准备要给打赏啊？要给这上面这个什么直播这美女打赏呗？怎么了？拿我钱给人打赏？上我这来？那是我的钱，账户钱返回来了，想从我兜里拿500块钱，美死你了！我不收了，你都不吐了，你趁机诈我500块钱！你干什么？你给钱拿走了，你这干嘛？你这属于抢劫，我报警，我告诉你啊！你干嘛？哎，还打人！你打给我打坏了，你还得，我告诉你，你还得养我，我告诉你哈。你还敢不敢啊？我说吧，敢不敢？还敢！还有你老公不敢的事，哎，有小样，你再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下回一定记啊，从今往后啊，你这一辈子家，这家呀！还敢不敢了？还敢诈500块钱？一定去，带了。快说，让你咬死你！我不要了，行不行？快咬死我！我不要了，行不行？我不要了，我全当哥们儿给小狗生子，啊？哎，小狗的。